哎呀，阿姨呀、啊，阿姨！你用这个的都是把我要过了，我是过来的服务员嘞，我叫容易。我是新来的服务员呐，啊，请多关照，请多关照，新来的。新来的？哎、对。你是来的了？我是大弟来的，啊不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啊、不是，我是领导喊我来的。我是领导了。领导，我领导，我姐姐。谢谢。我们领导不是女的啦、啊。不是女的，她可是男的了。啊，对，我姐夫。我们李主任还没结婚呢。对对对，没结婚，他肯定要结婚。啊不，我不是，李主任是没结婚，但是李主任的同学结过婚，李主任的同学是我姐夫结了婚。我的，你要不你打电话问李主任呢？好吧。哦，那倒是不喊你的了。李主任就是凶，俺不敢恭喜。哎，你我是在过里来的啦。我到过里我。是我领过来上班，没看到一个人，正好的碰到浩浩，啊、我他不晓得了，我就带他来了，我带他来，当然我是不对的，是吧？好，我带他来，我有错误，我就要改正，我没接的难，等你就辞职带人进来，我万分的抱歉啊，前辈啊。不喊你了。哎，好了，终于被你们弄清楚。好，谢谢。那我就去做事去了啊。好了。你们玩啊。哦。拜拜。拜拜。嗯。他明过来帮你吗？啊，没事。嗯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哎，等等，站住！你是谁呀？我是谁？你管得住啊？啊？我是这里的主任，你说我管不管得住？你是李主任。哎呀，李主任啊，我经常听我屋里爷爷谈起你那个，感谢你那个长期对我屋里爷爷的关照啊！你要查吗？你这查晚饭，查晚饭，屁我屋里爷爷，我屋里爷爷，你说杨姨？对，就是那个杨，哎，对，我屋里的，你是？我是他男朋友，我们档案杨姨。